是有接难嘛。对呀、啊，另外一半。因为在农村当中发。
绿了，还是白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我不介意。现在还能一千。他要真的跟你，因为经济它是市场经济是假的，基本上都政治经济，不纯主政，所以它就是。现在还是到现在了，还延误缭绕的。
五号线。